这个吃东西是最好跟他们结缘最快的方法。对轨道做烟供啊，做施食啊，这两天我们在这边已经做了4天不间断了。那各位来可能没闻到，因为我们今天做小一点，免得隔壁抗议。对，前两天下大雨，做很大，所以它是不间断。为什么要不间断？慈悲不间断。所以等一下我也会简单的带各位做做烟供。那因为我住在这几天，这边道场很慈悲啊，每天早上8点他们都有修一个烟供仪轨，很好听，很好念啊，那个里面内容圆满。那我现在要带各位念的很简单，你要用香也可以啊，用烟供粉也可以。那当然，这个烟供粉点燃以后，你后面再加饼干更香。如果它烧透了，加一块饼干的味道就出来，加椰子饼干就椰子味。你们这边椰粉一包才1块美金，好香啊！所以加巧克力饼干就巧克力的味道。那除了加这个以外，我们还会加药啊，这个是止痛止血药，这个是不是药所以众生需要食物，众生需要药，然后呢，还有这种我们华人喜欢用的，这是整支的烟供香，这是甘露跟药放在里面。以后我们会寄过来，就是免费提供，好不好啊？你帮我点的，我还谢谢你因为一人家里点一支，那就不得了啦，早晚点一支，2个多钟头，那你可以念一部《地藏经》了先给他食物。药物，再给他念《阿弥陀经》《地藏经》修仪轨，对不对？多慈悲啊，多快乐！所以我两种方法都示现一下，所以各位就跟我念，来念一下：让样看，嗡啊吽，以此烟供，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神，供养六道众生。供养父母祖先、冤亲债主，嗡啊吽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儿子生病了，你就来来来，嗡啊吽这样一下。台北行天宫生病了，还会拿香跟你从头挥一挥就好了因为他就是一种悲心嘛，尊重对方，他附着在你身上就是生病嘛，肚子饿嘛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一点点药，你给他一点烟供粉。乃至就算没有，你就撒2滴水也可以。那现在我要加药，加药的时候啊，我们念一下药师佛的名号功德更大。来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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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戴亚他，嗡，贝看着。贝看着，马哈贝看着，浪扎沙摩嘎的，说哈。当然，你可以念圆满的仪轨最好了。那希望各位多念一遍，嗡啊吽。你念的越多，然后它就变越来越多，变成充满了整个世界，充满了整个法界。那你念完嗡啊吽，它得到以后，再来你就念经典啊，念佛号啊，或是念六字大明咒啊，特别六字大明咒。帮助六道众生脱离轮回，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哦。像这个经轮里面有那个胶卷，将近5000万遍的咒语，你只要转一遍，就有5000万个观音菩萨去利益众生，不可思议哦！所以转经轮也好，念经典也好，所以念佛也好，你念个阿弥陀佛，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出现啊？你念10000声阿弥陀佛，有10000个阿弥陀佛才出来了。现在我们现场假设有100多个人，每个人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一句就100个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所以大家念2句，就200个阿弥陀佛的化身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念什么都没关系，重点是你的信心跟动机。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因为。你有这个信心跟这个悲心，再加上你慢慢的观想，
心里清不清净啊？那个时候就是佛性，佛性当下就是佛啊。所谓当下佛，是讲的你的心态跟佛的心一样。念一下，转凡心为佛心，以佛心为己心。你要念哪一个的？一个是印光大师说的，一个是慈航法师说的，因为他们修行的重点他抓到了啊。以佛心为己心，那就是菩提心，空性。当你认真在帮助众生，认真在念佛持咒诵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佛心了。所以事情来了不要烦，你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，那就烦，就压力。而且你在一个烦恼的时候去处理事情，会把事情处理得更糟糕，因为那是烦恼心。那时候赶快念佛啊，转化。我应该对我妈妈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生命，而不能说我妈妈健康我就很快乐，我妈妈生病我就很痛苦，不是那个想法。而是要提醒你自己，那哪一个众生不是我们妈妈，只要她在生病，她在受苦，通通是。就这两天我住在这边，我一直朝这边念，然后说这边是老人院啊，老人院一定是往生很多老人。白天我看一下，有些老人还拿着拐杖出来走一圈，因为他们想要运动一下啊。但是各位，你要一直想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这个佛教的空性啊，要自他平等啊。你要融入于对方，融入于对方，融入那一只乌鸦，融入那一只海鸥，融入那一只螃蟹。那一天他带我们去超市，哇，最大的超市，就跑到后面都是鱼的味道，还活的呢啊！我就赶快过去啊，一过去就一直喷一直喷，他们就一直看我啊，我什么咒都念完了啊，不是不想买，真想买了就放生哦啊，买了不是要吃的，但是至少你再多钱也买不完，对不对？那能够买几只准算几只，其他你要跟他结缘哦，你不能舍弃他啊！你要跟他结缘，用水也好，用声音也好，用这个声音最大了。哪一天你敢的话，啊，全部人都跑出来。这里面有多少的咒语，这些多少的法轮，他就叫念一下听即解脱。我这个是700多年的一位尊者的啊，所以目的就要让他们听闻解脱，见到你得解脱，各种方法，就像各位带着念珠，一到市场，一到可怜，你赶快念 啊！因为这个也是念一下，见即解脱。中间这个代表佛啊，这两颗代表法，那现代表身，这样啊。无论如何，就代表三宝，也代表108位菩萨啊。也代表断除108种烦恼，转为菩提心。但是我们汉人是要让人家见到，所以要带在外面，藏人修密的放在里面啊，因为修法不一样。但是我认为显教也好，密也好，都是要修的。密讲的是内心不离开空性菩提心，显代表着外表的亲切动作，打招呼，拥抱对方，这一定要去修啊。但是这个是对外跟对内，这是两个圆满。那所以不管各位用什么方法，一杯水也好，一点点饭菜也好，刚刚讲点的香也好，我很希望各位永远都写着牌位，你的亲戚朋友有人生病了，报纸看到谁生病了落难了，赶快帮他写牌位。你不要分哦，这个人是坏人，我才不写啊！因为你要有平等心。他今天落难了，被抓了；他今天可能他做了很多坏事，被判死刑了。你都要念一下冤亲平等，慈悲没有对立的，慈悲没有敌人的。所以佛教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空性？空就让你毫无你我的分别啊！毫无所谓的事物跟你的，我就是花，花就是我，我就是太阳，太阳就是我。请问各位身上有没有太阳？
如果你没有太阳的力量，你早死了。我们吃的菜，乃至我们晒个太阳，我们身上有太阳的力量，有花的力量，有土地的力量。这佛教里面讲空，意思是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依靠，没有单独存在的。就像我们在同一个空间，你吸的空气由你身上呼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互相是一体的。那各位要开始有这个观念啊，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说众生世界不分彼此，皆为一体。特别现在电脑的世界、网络的世界，它就是一个大联络网，它是互相影响的。只是我们有分别心，在《金刚经》说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有这个分别对待，所以就变成你你我我。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你开始修行了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想办法凸显自己，那你就很痛苦，这个叫傲慢。有钱的人、健康的人，像各位现在你30岁、40岁很健康，看到老人好像，哎，老人哪一天换你也做老人，所以你马上要做平等了。老人跟我，我也是老人，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老了，不然我们怎么会活呢？啊，所以你要开始把这个分别心去掉。所以有钱没钱跟修行没有妨碍，但有钱是个助缘，助缘让你更方便去做善事善而已。但是没钱随喜功德更大，对不对？啊，皇帝阿舍世王供养一个礼拜68公里的灯，功德变谁了？变那个老妇人的。老妇人剪头发、买油来供灯，那超过阿舍世王的功德。因为老妇人是个惭愧心、随喜心，所以那各位要随时用心态去供养，而且不能有分别。慢慢要练习，不要有分别。比如说，现在这个花这么美，你一定想要供养你最喜欢的人，那你会很痛苦的啊！很多女人很吃亏的。上回我问一个女孩子，你怎么到美国来？没办法，我男朋友来我就来了。啊，现在呢，不是嫁给我男朋友，他就把我抛弃了。后来我又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了。啊，我说这样啊，你糊里糊涂也来了。啊，他说女人就这样啊，反正这样我只好跟着来啊。但是各位，执着的爱是痛苦的。你现在要开始分析这个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爱开始去关心过去你没关系的，慢慢你那个执着就不见了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不可能从心里把它断掉，因为你要有这种力量。所以佛陀为什么叫我们去布施？如果你没有去布施，没有去慈悲，你要断除这个我执，证到空性的智慧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佛要我们对众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众生，而且要精进的去做，你心才能够禅定，才能够定，有定以后才可以达到无分别的智慧。你如果你舍弃了前面的对众生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然后我每天打坐希望我开悟，那你不过开悟是个人小乘的智慧空性，对众生没有帮助。小乘是消极的，是我要消灭自己而已，不要让自己轮回。所以在这一点，那佛更讲了，你只要很努力的去帮助众生啊，无分别的去帮助众生，而且把跟众生合为一体，哦，原来黑人也是我，白人也是我，华人也是我啊，哪一个国家人都是我，动物也是我，海鸥也是我，这个叫自他一体，息息相关。各位要练习这个，哪一天你就会觉得说，我跟世界跟所有众生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没有一个是在我之外的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叫一合相。生命是个整体，叫生命共同体。地球就是我，星球就是我。所以这次我们去山上，亚利桑那州的更高山上闭关，哇，看上去极多少的星星啊！那边空气好，地球不过是中间一个小小的星星啊。天上的星星看得见，一定是很大一颗的才有那个光，但是却有这么多，你会觉得说人是渺小的，但是心可以包整个世界法界的。所以不需要为了自己180公分、160公分比较黑、比较白，两个眼睛、一个眼睛就管这个事情，
反正看得见就不错了。